怎么办啊？既然马荣华卷钱跑了，现在施工团队肯定不会再接着做蜘蛛家这个项目，看来还得再重新找施工团队。
下手也太狠了！强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邻居给我们打电话说施工队二话不说冲进来就把家砸了，我们到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。施工队来砸房之前去我家闹过，跟我讨要工程款。钱我不是已经让你转给他了吗？他凭什么砸我们家房子啊？你找了个什么人？是找了群流氓吗？ 钱啊，被那个马工长全卷跑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工人拿不到工钱，他可不就……房子我是交给你们的，施工队也是你们找的，我们夫妻俩攒了那么久的钱，他买的这套房子，现在变成这样了，你让我们怎么办？好了，妈，我们不哭了，大不了重装就是了。什么重装？ 牙缝里抠钱不敢吃喝的日子还要过多久？这房子就是咱俩的命。朱朱，这新装修好的房子被毁成这样，谁心里都不好受。是，你们为了这5万块钱装修费，的确是不容易，我们特别理解。 我们江工为了搞好这个项目，一分钱没有赚，也不容易呀。但这个预算是你们答应了才接的，不是吗？你现在跟我说谁都不容易。唉，现在这个局面，谁都不愿意看到。你说，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办法？ 唯一的办法，我们就是一起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对不对呀？那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您说有什么办法让我们俩去卖血吗？所有损失我来承担，这个责任我来负。你放心，我答应给你的家，就一定会给你。 我知道这个家对你们来说意义非凡，它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。我从北京回到苏州，我知道我将面临很多的问题。从我回来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四处碰壁。你们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客人，是第一个相信我的人。这套房子。 是我回来装的第一套房子，现在房子被砸了，破碎的不只是你们的希望，所以我一定会把房子装完的。小江，那我们账面上一分钱都没有了。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想办法。朱朱说的对，他把房子交给我了。 我就应该负责到底。一会儿我们先去报警。放心吧，只要有我在，你的家就不会丢。好了，不哭了。小江，小江。 我知道这个项目对你来说意义非凡，可是这钱不应该由你来负责。你除了负责给他们装修，还要负责修缮，这七七八八的加起来可不止5万，7、8万都打不住呢。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当初或许我就应该听你的，就不该盲目相信那些所谓的老团队。哼，真的是讽刺。我回来以后。 四处碰壁，就是因为别人看不上我这样年轻的设计师。今天，终于被狠狠地扇了一巴掌。现在不是你自责的时候，你哪来的钱呢？没钱，但我可以去借。疯了，疯了。
这边系统显示，您可申请的最高额度是10万元。哦，那如果要办理的话，具体要提供什么资料吗？啊，不需要，您扫码注册 APP， 根据提示核对身份信息就可以了。那利息怎么算？你要贷多少？8万。分多少期？1年。您的信用资质等级为一般。 按照名义利率8.42%，您本额等息是86422.64元，每月应还7202.8元。这么多？你广告上写的最低利率不是4.5吗？啊，那个只是最低情况，具体利率和服务费用啊，要根据您的个人信用资质等级来决定。这边系统显示，您之前有过信用卡过期还款情况，所以您的信用等级为一般。 按照您的信用资质，您的负荷年利率为14.5%。您还需要办吗？我先不办了。您身份证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 是办什么业务啊？咨询借贷。借贷。啊。这个小江，明明没有钱，他非要逞能，明明不关他的事，还非要抢着去担责。 那他现在怎么办呀？借呗。教授，我有事跟你说。 小秋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应该提前问你想吃什么，自以为是的选错地方了。没事儿，挺好的，挺安静的，适合谈事儿。蒋老师，上次你见完我之后说我不太合适，我以为短时间内你不会再找我了。 我不是个太会讲话的人，有什么让你不太高兴的，我希望你能直接指出来。毕竟干我们这一行的，沟通还是很重要。其实我到现在为止，还是觉得不适合。我的资历不算浅，但也谈不上是一个很成熟的设计师。你们工程队的情况呢，跟我也很像。我觉得两个不太成熟的团队在一起合作。 我确实担心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别的项目倒还好，只是猪猪家这个项目，实在是没有试错的余地。我明白，大家都喜欢经验丰富的师傅嘛。蒋老师，你不用把这一点太放在心上。我们年轻，只要我们肯努力，不愁没活干。这不前两天我们就接了个活，业主特别信任我们，而且我们干的也特别好。吃饭吧。 好，先吃。这家牛排不错，我不知道你想吃什么，所以就随便点了一点。嗯，这个太丰盛了，这个。你刚才说你最近接了一个项目。对。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没有时间再接别的项目了？
其实这个得看时间安排，一般情况下做完水电就能接别的项目，但是这个项目情况比较复杂，水电不好搞，所以暂时就不考虑别的项目了。你们的项目出问题了？一个摁密码锁，哎，你也不知道密码呀？哎，我觉得这事儿你还是交给警察吧，那人都跑了，你去哪儿追去啊？那总要找到点线索吧？这门都进不去，你去哪儿找线索呀？哎呀，走吧，回去吧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再看一看，你看能进去啊？看看看看看看，哎，等会儿。谁说我进不去？你先上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别上，你下来！哎呦，你别拽着我呀，那可是那是血汗钱，你别拽着我！你看你，我看你就是电影看多了，你是学人家爬窗户。哎呀，你说这么大岁数要摔一下骨折了怎么办呢？为了几万块钱，那不值当。来了来了，哎，你也可以进来啊！来吧来吧来吧，包屁股，哎，没事儿，很容易的，快点快点，快快点儿！来来来，天哪！哎呦，这被子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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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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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啥也看不见啊！来来来，你的包先拿着。打个手电，这手电，手电。这像坏人，我这辈子没干过这种事儿。谁干过呀？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呦，我一紧张我肚子疼，我要上洗手间。你瞧你这点出息，赶紧去吧。这里肯定有洗手间。去。知道你们追债心情迫切，但是这种私闯民宅还把人打伤的行为肯定不对。你们要找的马荣华已经把房子给退了，我是去收房子的物业，你们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呢？幸好人家不起诉你们，不然这可不是件小事儿，给人家道个歉吧。对不起。你们当子女的平时上点心，这爬窗翻墙的事怎么让老人做呢？是是是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。妈，你这一天天都跟吴阿姨干了些什么呀？怪你吴阿姨，是我打的人，你是帮我打的，怪我，怪我。警察同志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看这位同志还有什么要求？我们没有啥要求啊。都这么大年纪的人了，我算了，我这当自己倒霉了。这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您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，这费用我们来出。
都算你们的。对，都算我们的。来，你签个字。好了。警官，你把那个笔和纸借我用一下呗。可以。我有马荣华现在的地址，我写给你们。你们去找找看，他还欠我们半年的房租呢，就是个惯犯，惯犯。谢了啊，谢了。行，不早了，带老人回家吧。哎，好，哎，麻烦了。那走吧。哎，老吴，有事叫我啊。哎，我们先走了。哎哎，拜拜。小文，你去找他吧。哎呀，都十点了还抓呀？那他要是跑了怎么办啊？跑什么呀？那个人都抓不着啊！你得找着地址，他也不能在家等着被抓呀。也是啊。哎，行了，走，睡觉了。没事啊，哎，小江，你怎么来了？王可涵给我打电话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没事没事，都处理完了。你俩刚刚在一起？哦，是我俩刚刚吃了顿饭。哎，这都不重要好吗？你别老没事没事的，你什么时候没事靠谱过？哎，我小姨可是为了帮你讨那什么什么工程款。工程款？没。我不都跟你说了这个事情，我自己会处理吗？非要管？这不都没事儿了吗？不是你这不分青红皂白就一顿数了，这合适吗？哎呀，行了，你们俩怎么还掐起来了？赶紧的吧，回去吧，都几点了啊？哎，是，人没事就行，咱们先回去吧。哎，老周，你开车了吗？没开的话，我送你。我开了，我自己走。哎。带着小江吗？不带。哎，小江，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？江，我跟他们走，咱们改天再约小乔。行。你这腿怎么了呀？哎呀，没事，刚才翻窗户给磕了一下。翻窗户？啊，吴清芳女士，你自己多大岁数？你没点数啊？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你给周围的人带来多大麻烦，不知道吗？哼。要麻烦也是麻烦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早干什么去了？周云文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好嘛，从一开始你就话里有话，你到底对我有什么不满？说清楚。你看你今天来这个态度，我这小姨是为了我，小姨不是为了你。什么意思？哎，少说两句。为什么一直针对我呀？哎，都少说两句。这干嘛呢？这一天天的啊，还嫌日子不够乱呢？今天这个事是我自己要做的，我也承认。我这个事情是有点冲动，但是出了任何事情，我都能自己负责，又轮不着你们俩在这儿着急上火的呀。你，开车去。你，还疼吗？还行。你嘴是不是肿啊？你这脚？我不知道啊，待会儿回去看一看，应该没大事儿。等我一下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听说吴阿姨去抓马荣华了。对不起，江公公阿姨，是我太混了，我是真的没钱结婚，才这样的。我老婆一直拿这个事儿跟我吵架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星海，这事儿就翻篇吧。
大家都有难处，我们也确实没有钱给了。我知道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们工钱去找马荣华要，我来就是想跟你们正式的道个歉，对不起。走吧。去哪儿找这四万？喂，江天，什么状况啊？我发错人了。发错人？怎么可能呢？我的头像你会看错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快说呀，有什么我们一起面对。真的没事儿。你以前就是什么事情都喜欢憋在心里，我还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了？是啊。一直都是，我是不是也从来没有骗过你啊？时候不早了，早点睡吧。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啊，我随时都在。明白。起来了，洗了吗？吃面条好吧？早上。吴大姐出去了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调休嘛，专门来看看你。快点吧，要吃到了，饭也凉了。我爸呢？我爸嫁给池塘了，钓鱼去了。你俩是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。鸡蛋，哎，别喝那个，别喝那个，喝这现熬的芝麻糊，快尝尝。这多腻啊！腻什么腻？我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地下、床上、卫生间里全是你掉的头发，你再不补补，将来你再婚还不成秃子了？快喝吧，乖啊！太好喝！哎呀，妈，你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好喝就多喝点。妈，嗯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哦，说。你能不能把我放在你那儿的理财取一点出来呀？可以啊，取多少？两三万吧。啊？两三万？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呀？江田遇到点困难，我想帮帮他。江田？嗯。
北京来的大设计师，遇到困难你帮啊。我求求你了，搞清楚好吧，先帮帮自己吧，把自己的日子过过好吧。我日子怎么就没过好了？你的日子过得好在哪儿呢？花钱大手大脚，要不是我替你存点儿，你将来再婚的时候连个像样的嫁妆都买不了。是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小乔，任江田现在只是遇到一点小麻烦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你想啊，他要是遇到一些大麻烦，就你那两三万，我求你了，你能干啥呀？再说了，他现在工作不稳定，那不就等于收入不稳定啊？你把钱借给他，他什么时候还你都不知道。万一咱家里真有点急事儿，真有点大事儿，你还真追着他的屁股去要去啊？啊，他不给你，你还真把他告到法院去啊？江田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可能见死。打住吧你，我就不爱听这句话。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同龄之间哪有什么真正的朋友啊？快吃。我跟你说啊，妈不是心疼这点钱，不就两三万吗？妈是担心，因为这点钱，你俩的关系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妈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，为我好，从小到大听的最多的话就是你为我好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你是我亲生的，我不为你好，我对隔壁邻居好，合适吗？江江，快吃饭吧，一会儿迟到了。不吃了，腻。你这还上班了？哎哎，拿个鸡蛋，剥好了的。哎，晚上那相亲局别忘了啊。那个什么，田林，爸爸找了这些，你呢，去找找工作吧，啊。老吴没跟你说吗？我们在做工作室，我有工作。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，就你现在的情况，明摆着就告诉你，你不适合走创业这条路。消息真灵通，周伟文跟你说的吧？你准备要瞒着我到什么时候啊？一直瞒到不能瞒为止啊！啊，这期间你会闯多大的祸呢？有路啊，要一步一步的走，你不能说走了两三步你就想飞，这怎么行呢？去找个稳当的工作，你现在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，你都31岁了，你难道不急吗？我不知道你一大早在这指责我什么，是我这么多年没有做出成果，还是你觉得我这一下子欠了小10万？这么大的窟窿，我补不上。你欠钱呢？啊？我不知道。那周玉文都跟你说什么了呀？这没关系。你欠那么多钱，你……你现在连这几个月收入都没有，你欠那么多钱，这事我会处理好的。我告诉你，甜甜，不是爸爸一大早就要说你啊。好好的工作，
你说辞就辞了。啊，这跟着别人去学创业，这创业还没搞起来就欠那么多钱。你在你姨妈的面前还夸下海口，说是要把这个房子给买下来。你有这个能力吗？我都替你害羞。这事跟你没有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呢？你不用在这义愤填膺，就好像我辜负你多大期待一样。你根本就不了解我，就更别提我工作了。你知道我根本就……我其实是根本就不喜欢吃面嘛。我能吃，但是不代表我爱吃。你让我不要挑食，所以你也看不出来每次吃面的时候我是多难受。还有这房子也一样，从小到大你回来住过几次？所以你也不会认为，你也不会理解我为什么一定要买下这房子。因为你从来没有把这里当成过你自己的家。在你记忆里，我闯过祸吗？没有吧。可但凡是个小孩子，那还不闯祸呢？我敢跟你说吗？可即便是跟你说了，你也只会让我自己面对。说来干嘛呢？我宁可选择不说。这次也一样，我还是会选择瞒到底，直到我把这个问题处理了为止。所以你也放心，钱我一定会还上。房子我也会如约买下，你还跟以前一样就好，什么都不用说，什么也不要做。江湖救急，能不能借我20000块钱？谢谢。哎，魏叔。哎，那个我，没事，先坐吧。说，你那个江田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刚才给我发微信，林小小跟我说帮他救急，问我借钱。没说为什么。没有。先走了，拜拜。
2万块钱一块给江田吧，就说是你的钱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不上班吗？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么着急用钱？没什么事儿呀。你我还不清楚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怎么会给我打电话求助？行，你干嘛呀？钱我给你转过去了，你要和我转过来试试？谢谢你啊。珊珊，最近睡眠好吗？好久没跟你说话，看到你签名里写着正能量的话，越活泼越难过吧，越洒脱越放不下，成人后情绪总反着表达，几杯荒唐以后你说着，怎么脚步渐渐慢了，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，街角的旧楼推倒了，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，爱着爱着怎么爱人就不见了，想着想着怎么样子也模糊了，当初多特别的一个平凡的人，海里匆匆的，也许没那么复杂，走着走着如果觉得累就停吧，忙着忙着迷失了就安静一下，繁华的大厦不会塌，每一个人三餐一宿都会有的家，爱着爱着总有人叫我们长大，想着想着快乐总大幸福的花，晚点开，爱中的人谦卑中学会了强大。